一位西安的大哥看了我的视频，非要买我手里这块22年的新款无力黑水鬼，说给我加1000块钱，让我给他送到西安去，主要是来回路费实在太不划算了。他委托了他上海的朋友给他做一个交接，我们现在去找他。找到大哥了啊，我们先给这个大哥，他要打个视频。哎，大哥好，大哥好。那这位是你朋友啊？我到了，我来看啊。你在出差啊？我没有，刚到家。那你镜头对着我好了。劳力士的新款无力黑水鬼124060，对一下这只表的保卡，还有这个吊牌，这个叫三码合一，是2022年的是吧？对对对，2022年的，下面是日期，2022年2月20号，啊 ，OK 吧 ？OK， 可以的话，我来教一下功能了啊。嗯。这个把头给它拧松，往下拧拧松就行了，然后往上拧，给它上个20圈左右动力就行了。还有一档子啊，把它拔出来，拔出来。这个时候我们正常开始调时间，顺时针调啊。然后我们现在是8:46，我们调到我们想要的时间就可以了。调好之后啊，摁住。往上拧，把它拧紧。好，功能给你介绍完毕了。大哥说这个手腕跟你差不多，你要么帮他试一下，差不多吧？差不多，差不多对吧？就送给我算了吧。这个远程给你祝贺一下啊，恭喜大哥啊，喜提劳力士啊，给你开个单子好吧？这份单子是给你的，就是同时也是我们店里给你提供了一个保障，我们保证我们售出的东西是真的，包括我们提供2年的质保。啊，其实它官方呢，它有5年的一个质保。是凭这张保卡去保修的，知道吧？这张保卡如果丢失，第一会影响价格，起码会有一个1万到15000的差价在；第二就是你丧失了官方保修，知道吧？我跟这个单子一起帮你放好，放到这个夹层里，这里有个夹层啊，两个吊牌帮你装到小袋子里。好，这些东西放里面了啊。劳力士的手提袋啊，这些体表都有的。尾款收到了，收到了啊，感谢大哥啊，好。来，好，再见啊，麻烦你了，麻烦你了啊，好，相信你的人啊，相隔万里也会找你买表，不相信你的人啊，嘴皮子说破了也无济于事。